投票结束，即将公布投票结果。好紧张哦！好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第一个会是谁呢？江顺熙。正好先是四位。下一位选手李权哲。是哪位友人呢？哇哦呀！江顺熙。哇！李权哲。江顺熙。谢谢谢谢。江顺熙。哇！黑马。都是我队友，都是我队友，都是我队友。李权哲。哇！摇滚。江顺熙。哦。没队友了，哥们儿。没队友玩了，队友玩了。江顺熙。离谱了，没有没有，离谱了，都是我队友，都是我队友，队友六个，他怎么这么多队友？江顺熙 ，C 位了 ，C 位了，没有没有，黑马，王子，江顺熙，真诚了，没有没有，黑马，谭逸天，耶、yeah ，江顺熙，哇，谭逸天，谭逸天。谭逸天 ，Yeah！Oh my god！ 哇、yeah. ，追上来了，好激烈啊！谭逸天，哎哎，哇！谭逸天，反转了，反转了。江顺熙。两个中了，来十票。江顺熙，哇！江顺熙，江顺熙，哇！稳了，哦，稳了，稳了，稳了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追紧，未追到，未追到。真 C 位了，真 C 位了，谢了，谢了。江顺熙，江顺熙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最多了，我比不过了，十五票。最终结果是江顺熙获得十五票。真男人，在十三位司委竞选者当中票数最高，恭喜江顺熙成为亚洲超星团主题曲的司委。黑马，黑马，黑马，黑马王子，夏至玫瑰。听到一票一票的说我名字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就是意外，就是真的是想不到，特别感谢大家认可我这。我也认可我自己，我觉得大家投到我了，我就觉得我就要有自信，就是我确实是配这个位置的。